警片，姐姐姐，赶去投胎啊！哎呀，都往里挤，就赶紧打卡了。哈还没习惯我的美貌吗？赏你一个精致的左脸，秃秃敏包。都有漂亮招风二女友了，还对我念念不忘，真是个渣男，是个安置霸。就算你不在乎多宝，也该尊重一下我们曾经的感情吧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牙上有菜。靠，哄这么大声干嘛？真贵气。对呀、啊，很贵气，我男朋友刚送的。你秀什么？什么好东西啊，大老师？也没什么啦，一个平安扣情侣手链。为什么？有什么意思？当然男朋友送了。公司那么多现成的，你咋不要？你看小梁小蒋怎么样？可是他们有对象了，我可不干这些的事儿。那杨丽佳呢？她没对象啊。人家表的东西，我凭什么要？静静，这么早走有约会啊？谁要早走？你小子玩硬的是吧？叫你上班不要玩手机，你看你又要下班坐了吧？傻逼呀，你掉了！嘿咻！啊，谢谢老板。嘿咻！可好可，接个水。都好饿，吃个饭。头好晕，尿个遁。静静，快去呀！哇哦，老板，对不起，你这不合适。